林先生，林先生，你好，林先生，你好，林先生，你老爹好死一条，不过后半世人会伫咧痴心病院，也是感觉过，你甲伊都一个版本。 精神失常，推倒了陌生男童。如果你还想选立委的话，现在立刻马上切割王亚凤。其实我真正就知影，你对雪莉为什么，咱两个，咱会当同款的位置去公平竞争。为什么？你到底是在创啥？像你刚刚的呼吸器，你都袂晓用。那个结婚没不是已经让唱你家，买出来是不是安怎？何凤甲一个囡仔唱在大楼内底，啊，这个囡仔会啥？ 少峰以前多照顾雅芳啊，将心比心，这个时候你都不能照顾一个少峰的选情吗？亲家，你叫我留步，我们再商量商量好不好？我先要谈婚，商量一下。没关我是啥，有问你一句，要救金雪莉不？明天你的后生在我的手头，应天啊。是你把我抬起来的吧？ 林先生，林先生，你好，林先生，你老爹好死一条，不过后半世人会伫咧痴心病院，还是感觉过，你甲伊都一个版本。